陆续前教授是山西万县人，旅居香港20多年。今天上午由他的女儿魏林君女士陪同到秀总拜会古正刚理事长。魏教授表示，他研究了14年的《中国人发现美洲的考证》，全书240万字，最近寄到脱稿。他希望政府能够安排他在学术机关继续做研究工作，并且协助出版《中国人发现美洲》这本书，好让他明年6月带到墨西哥参加会议。他表示，回国能够看到很多老朋友，非常高兴。